乌鱼山龟沟路伫咧新港乡唯一一场养殖的乌鱼鱼温啊，佫嘛开始掠咯。即搬上哦，民众收到消息是赶来鱼温啊，准备要来抢救上届新鲜的乌鱼甲乌鱼卵。好消息是哦，今年即乌鱼的产量比去年较好，乌鱼壳甲乌鱼卵的价钱维持平稳。有这个养殖乌鱼的收成季节。新港地区唯一的乌鱼养殖池，嘛伫这个时阵开始咧收成。搬箱甲民众一透早的聚集伫鱼池啊边，脚手爱真紧，趁好金鸟一袋一袋赶走。阿仔一十块，好，好，好，食，为食，装两个啦。破乌鱼只干那咱詹家川哦，这场才有，所以咧啊，这个民众咧啊，大家拢安尼放声啊，那讲咧。破乌鱼的时阵，吼啊！这个民众啊，大家非常踊跃，安尼来伫咧购买，因为咱只诶，这个乌鱼咧，吼啊，伊这个骨啊所养饲的啊，这个特别佫比咱市面上佫较好食。乌鱼一抓起来，鱼缸马上抬鱼出笼，业者表示，一尾平均有三斤重，今年收量比去年较好一丝啦，介绍是维持平稳。即摆即骨啊，是3000尾啦，哦。啊，只啊，今年甲去年同款900啦，哦，啊，壳啊嘛同款啦，哦，55啦，啊，成果是袂歹，啊，毋过袂趁钱，饲了贵啦，哦，电钱贵啦，嘿啦，啊，小毛足重的啦，真闷啦，无啥利润的啦。咱这养殖鱼温吼，一年刚刚抓一届尔吼，啊，今年吼，伊拄啊老板有讲吼，即块内面就3000几尾吼，哦，像我吼，本人拢会来吼，交关者，因为这很新鲜，佮咸水的吼，啊，所以你看，唔免啥物宣传，就已经有遮侪人拢来遮咧买吼，来遮咧采购，可见讲伊的品质就是好，即个连续几啊十年来拢是同款安尼。养殖乌鱼成本大，风险也真大，真侪业者已经放弃。詹家川这名业者咧饲的管理技术真成熟，维持袂歹收量，嘛好民众买了真实惠。大众新闻台母亲新港彩虹报道。